感谢纠团，谢谢某某，欢迎。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following so much, thank you. 跳就会读图？啊？跳会读图？Hi, morning, morning. 感谢对方喝水。那师傅，你要不要重登或重开游戏看看？咱们么，Mr. Edward, good morning. 上次乱跳强制读图，真假的？我前天没有遇，我昨天前天没有遇到这个问题。那师傅知道怎么按吼？师傅知道怎么用吗？有啊，他爬上去。OK 啊。我可以口头教学哦。所以师傅会吗？我只是要问这个问题而已。还在上面啊？好，OK，那我开喽。我等一下不用打乌龙了。啊？什么？我等下不用打了，因为有人要帮我开灰机了。可是这样不好吧？你这么想打？我还好，我已经。啊，你已经五颗了，不想打了是不是我已经目前不太需要红龙心脏？OK。啊，了。不太需要，嗯。五十果，好好屁哦！啊，好啊，都不要，都不需要啊，不要啊，不要啊，我求残。哦，师傅第一天又吸测试，我不知道啊，我那天在上班，我不知道你第一天又吸测试。一大早我怎么看实况？你们有解主线吗？你们有没有解主线啊？有多解啦？我都没解，看不到王血了。快气死了！哦，他赫敦气死的喽！网气死没有解喽！主线。没有可以啊，啊。他好像改，他改过了。对啊，他要解主线，你先看到血量。我主线解到打这只鳄鱼啊，可是他写说他一般的，啊，要一般的，我还是因为靠！我在一般线接任务啊。哎呦呦，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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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答案探索自然，我还在，我还在。应该是因为我在一般线接任务。哦，任没关务系就啊。是要一般。哦，什么鬼啊？还有这种事情？那你们一般森林不能打吗？还没还没打，打我上去，打啦，我打啦，我第一次还又没打打一过一般。般的，我没打过一般。快输了，快输了！去旁边变身。原来任装务就血量要一才是般对的的嘛，不然上个礼拜跟智障一样。哦。哎、欸。没事。点就站在那个绿圈圈里面。才是对的嘛！有料。你们很强。现在死板几率超低，他不是要改了吗？他那个先讲一下哈，前面都没什么问题，就是跟上次一样。然后比较麻烦的是最后面那个伪王，他
就是第三阶段的时候，他的伤害很痛，所以等一下就是我们上次不是最后有打那个红色的那个柱子跟橘红色的柱子，你们还记得吗？先打红色，对，先打红色，再打橘红色。然后我们那时候不是就把王 A 烂了吗？现在那边没办法直接 A 烂，就是现在那边就是上次不是中间有一颗球，然后它不是会有那个线跑出来，你还记得吗？你上次还记得吗？我记得，他上次没打那边就死了。他、啊、可是他那时候有出现那颗电球，然后他那时候有连线出来，中间会有四个板子，那边那个电球连出去的线，就是要把它踩掉，就是要有人去踩掉它，然后你就站在那个线中间，对，然后王才会降防，不然他的防御会一直就是会在提升状态，要把那个踩掉才会有防御提升，对。然后哎，上次测试好像目前是知道那边出的班灯打死会补血，所以等一下后面我们再把那个王拉到班灯那边去，就是第三阶段的时候。对，哎，诺诺赞。嗯，然后就是要一直格挡，就是如果有那个有招就要格挡，不然那个真的超级，而且它是持续失血。对，然后降防时间大概只有5秒，所以要一直踩那个电圈，要一直踩。牛逼牛逼！对，所以就是踩了它才会降，踩了才会降，这样子。我去个厕所。我辛苦，昨天打的时候都是在那个时候嗝屁，就是网都快死了。没事，带个金鱼药啊。以后带高中度来打吧。这样每一个礼拜都要一颗哎。对啊，然后看要不要等一下再打的时候，我们就轮流 Q。对，轮流 Q 的是一个方法，有点难度。建议把王拉到正中间，一起踩，一起打他。我、哦、好像也可以耶，那等一下试试看好了。然后那个毒圈也要小心哦，我们上次好像完全不顾毒圈的样子，毒圈也要小心。要吃可可吗？嗯，可以啊，可以吃啊。好吃。那我们应该就。那我们上次是怎么分的、啊？我们上次是一人一个角吗？对吧？啊、我上次给你一人一个角。哎啊哎啊！你那个角清得掉吗？还是都清不掉？清可以清掉啊，就小心那个电球，有时候清不掉啊。有时候清不掉，那我那个，我去帮你，我一直放掉啊，反正没有啊。啊，你不是要那个吗？你负责把那个引到中间降阶段。哦，也行啊。对啊，啊，我回去帮你啊，反正如果没有没有，不是啊，我那个位置应该还好吧，右下角那个位置比较容易出电球吧，这个位置感觉比较容易需要帮、啊。没有啊，那就是我的位置，所以我也想说要不要干脆我去帮你。我们上次怎么分的、啊？我是果跟姚一在这里啊，然后我在这里哦，然后我跟师傅在对面嘛，我是右上，师傅是左上嘛。那等下第二阶段的时候，我姚毅你不行是去上区吗？一样啊，上去啊，就推你。我们就在原本的位置啊，就是我跟师傅在上面就上面啊。啊，我来看有没有 bug。对啊，所以五叔果姚毅就在负责这边啊，啊，我跟师傅就负责对面啊。对吧？你们俩负责掉了。啊，我第二个阶段。他的创造之根会出两次吧，对不对？第二阶段，没有第二次，我会去找你啊，小杨、哦，因为我清不掉，我第一个人清不掉，什么意思？我没有黑精灵，我清不掉了。那如果是我跟你不行嘞，因为姚毅有黑心，有东黑心，应该不行。哦，没办法。啊，那个你们还记得那个鹿的机制吗？还记得，嗯。好哦，就等一下也是压到哪个，压到50讲一次，然后压到那个、压到那个
种族符号的右边。他那个路啊，他现在好像要改成就是你要有知识才可以看到他的鞋链啊？要有什么知识？要解完主线啊？哦，我可以看得到，我来看得到，你看得到就好。